国防部林祝年中将今天在茶会中代表参谋总长赖明昌上将欢迎前来我国访问的归属篮球队。篮委会主任委员严庆林、总干事刘世珍都参加了这项茶会。我国举光篮球队今天晚上要跟归属队比赛，他们也参加了茶会。林中将并且以纪念奖牌赠送给归属队每一位队员。许必德也在茶会中致辞，许必德并且接受了本公司记者的访问。